哎，你说这衣服贩卖，这方志，这不是对我品种的侮辱吗？我可是哈士奇，妈呀，这冬天了，哎呀，我有小棉衣了，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这俩衣服是我的，你俩要自己取去。你瞅你标的呼的，这大点的小衣服能穿进去算呢？老我给你标了个肚兜，我是零，哎妈，是小啊，连头都套不进去，咋整啊？哎呀，六姐，你别努力了，你也套不进去，撕了吧。老七，你现在挺厉害呀！啊，来来，你也给我过来，来，咱家老七现在会啥了？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来来，上！哎，对，来，你别在这儿，你还能往上上呢。咱家老七现在可厉害了啊！来，这两个，哎呀妈，我还提了不动你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把小腿，来来来，两只小脚丫子踩着这块，抻了个脖，我那个衣服是放在这个位置的啊。抻了个脖，我的妈呀，一嘴叼下了三件衣服。我但凡这个平台要再高一点，你是不是能上这顶上把灯给我卸下来？六六，你这个嘴巴，它是真快呀，把衣服给我撕那么大口子。哎，让你动鼻子的啊？我让你动鼻子？呀，我让你眨眼睛了吗？啊，我让你眨眼睛了吗？我听着你喘气了啊！我听着你喘气了啊！谁让你喘气了？那俩玩意儿都是你生的啊！你瞅你生的那俩孽障啊！